先生，赶快服药。 王守仁接旨，臣王守仁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敕曰：卿使敏才高，忠诚体薄，今两广多事，以卿之威望，定能为朕分忧。卿宜兴业前去，节制诸司。公元1527年，明朝嘉靖6年。 王阳明56岁，这也是他去世的前一年。当时的王阳明积劳成疾，在老家绍兴养病讲学，但是嘉靖皇帝连下圣旨，命他前往广西平乱。王阳明心忧家国，抱病出征，于第二年客死在回乡的路上。 勿再迟疑推诿，以赴朕望，钦此。臣王守仁，领旨。王大人，快请起。臣回，尽快起床。 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若是热了，就请先宽衣吧。好，好。 先生当年勤于公事，积劳成疾，又居龙场失热之地，种下了病根。平定宁王诸臣豪之乱，神思焦虑，旧疾时常复发。先生的咳喘之疾，日益加重了。两广是瘴疠之地，潮湿闷热，对先生的病情甚为不利。此行千里，舟车劳顿。 又要行军打仗，不知担心先生死去。你们是担心我回不来了，先生。先生，能否给皇上再上一书，辞去两广差事？是啊，朝廷啊，数次下令催促，尽忠职守，理应前去。但这只是其一。 那其二呢？先生，我知道您曾经说过，“士民之激逆，有己之激逆”。尽管我也想劝先生留在家中，以身体为重，但为了私恩、田州百姓的福祉，想必先生仍会执意前行。 你是何人？晚辈撒贝宁，是来自400多年之后的读书人。400多年，正是。你竟然知道我去年书信中说的话，那些话得鸿都不一定知晓啊。先生多年来讲学论学的学问思想，被集合成三卷传习录，在我们后世被奉为典籍。 刚才您的那两句话被收在传习录中卷里，我是读了传习录之后，特来向先生请教。传习录只有两卷，何来三卷？400多年之后，后世通行的传习录版本有8万多字，分上、
中下三卷，上卷和中卷是您的学生徐爱、薛凯、南大吉等人编纂，而下卷则是由这位钱德洪先生整理校刊，使其流传于天下。哇，有心呐、啊，先生。近些年您讲课的内容，我都详细记录了。你再说说，还读到了什么？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先生，您知行合一的思想在后世可是备受推崇。如若世人皆能知行合一，我将会感到极大的欣慰啊。德宏汝重，先生，你们可去告知我家人，不日即将启程，替我收拾行装。是先生。你来寻我，所谓何事？晚辈是想来向先生请教，您是如何悟得知行合一的大道？说来话长啊，我年少时就因家学渊源生出学圣贤之心。父亲，他们告诉我父亲是状元，状元是天底下读书最厉害的人。主人，不能这么说，还有比状元更厉害的人，那就是圣贤。孔子、孟子、朱子，他们都没有当过状元，却都成了圣贤。什么是圣贤？圣贤就是能够领悟天道的人，是按照天道行事，能够为百姓谋福的人。就像《论语》中所说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。那我要学圣贤，为天下的人谋福。哎呦，主任，你要做圣贤？孔夫子十幼而志于学，您更早，您十二岁就立志学圣贤了。我那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，不过立志要早，志向要高，志不立，天下无可成之事啊。后来您随父亲去了京师，我在学堂念书，兴致极高，学到一些道理，便想着去检验。那应该算是最早的知行合一了吧？对，为了推究事物的道理。我曾经七日七夜不吃不喝，去割竹子。哎，钱有童，钱有童，你怎么了？你快醒醒！小人。我现在看什么都是绿的，我看你的脸也是绿的。啊，秋桐，你没事吧？我就是晕，你为甚非得让我陪着你盯着竹子看呀？这不是看，是隔竹子。朱夫子说，一草一木皆有治理。朱夫子的一句话，咱俩就得盯着看三日。三日恐怕不够，我还没隔出道理来。啊，那你自己隔吧，我隔不了了。你可以的，专注些。我头晕，你让我躺会儿。哎呀，这位小钱同学，看了三天就躺平了。我也是看到第七日就劳思至极呀、十几岁的孩子
能够盯着竹子看七天，我可没有您这样的定力。但我好奇，隔竹七日，您隔出什么道理了？当初什么也没悟到，但学到一些道理，便想着去检验，总是没错。您学习圣贤，力求文武双全，不知道后来您还修习兵法，游历边关。对，我还梦到了汉朝伏波将军马援。男儿要当死于边野，以马革裹尸还葬儿。谁在念我的话？我叫王守仁，您是谁？大汉伏波将军马援。将军辅佐光武帝刘秀，中兴汉室，是汉朝的大功臣。晚生要学您，做有益家国的男儿。所以，你在游历居庸三关。是。你还在向边民学习骑射。对。不见塞上边关，无以养男儿血性。志士不忘在沟壑，勇士不忘丧其源。这是我说的话。有志之士，纵使葬身野外，也不改其志向。真正的勇士，纵使在战斗中身首异处，也在所不惜。这是孟夫子的话。对，我就是孟轲。我想必是在做梦。这个梦我喜欢。孟夫子，马将军，你们二位都是我心中的圣贤。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。我不怕苦其心志，也不怕马革裹尸。好一个不怕马革裹尸，好一个不怕苦其心志。无论身处何种境遇，都坚守自己的志向，不为外物所扰，才能真正有所成就。谢两位先生教诲。我小的时候也梦到过自己敬仰的人，但不像您这个梦。您这一次两位圣贤入梦，阵容也太豪华了。年轻人要敢做梦，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